yun. Stop! 这菜你吃不吃啊？我不吃了。我也不吃。这可不是我吃独食啊，这是你们自己不吃的。瞅你那贱样。你别笑。来媳妇儿，鸡蛋给你吃。哎呦，我不吃。我也不吃。哇，这可是你们不吃的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实在是看不过去了。儿子，你那饺子够吃吗？妈，你要说够好像也不太够。那我这也给你吧。老公，我这份饺子也给你了。你别笑。这么好。嗯，那我可就不客气了。你都吃了吧。今天有口福了。儿媳妇，我去给你整点好吃的去。行，有好吃的也是给我的，我是妈的宝贝儿子。你可是真不要个脸。儿媳妇，好吃的来了呀！别动，我看看。呀，菠菜叶子呀，你快吃吧。妈，菜叶子咋吃啊？菜叶子咋不能吃呢？妈，你别跟他俩废话，去给我拿点水去，我渴了。婆婆到底是咋回事啊？妈真香啊。这饺子蘸辣酱真香啊，要不然你拿你的菠菜叶子蘸辣酱吃试试啊。你就不能像个人似的啊。姐妹们，这辣酱真的太好吃了，你们拍了没有啊？双姐妹都说好吃，平均她拌个米饭呢，拌个面条，吃个包子呀，肉类饺子，当个蘸酱，炒个菜，夹个馍，不仅好吃还下饭。她是用香菇和剁椒大火炒制成的香菇辣酱，吃来香而不腻，辣而不燥。现在厂家搞活动，19.9元到手整整一小箱10罐啊，还送咱们两个小盖子，吃完的盖上特别方便，在这基础上再加10包香菇辣酱，趁着活动还在，小姐们赶紧去拍吧。水来了。嗯，你瞅我干啥呀？吃啊你，来吃吃啊。儿媳妇，你扒拉扒拉下点。好肉好肉，燕妈，你真给他准备好吃的了？我还是不是你亲生的了？你瞎了一点！哎呦我的妈！